李飞啊，李飞，李飞，啊，全都得拖啊！什么意思？是我打出来的。老铁们，欢迎收看全国啊最垃圾的展会。到第一天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他给这老太太承诺的东西，包括就是说中午回去，下午不用来了，他连饭也没管的，可能也不够，没准备充足，这些人就开始闹事了。在那我们才知道，我们都有经销商，我们给经销商打电话，经销商都不知道，200块钱一瓶好像是。你的那个场地是多少瓶啊？30瓶的，早涨了，他们说给解决，但是就是退嘛，一开始说多少退点，后来就一直退，我们得回家呀，在家里这么忙，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嘛。退费退费退费啊，啊全都得拖啊。听他们说去参展的时候说咱们主办方这边找到一群大爷大妈然后过来充当这个观众，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事儿没有这个事情，应该是那个赵莹的吧。